神经性头痛的诊断的话，我们通过它的症状、体征、辅助检查。症状的话，从它定义上，我们已经大概的说了一下，它的疼痛的性质是一个不确定性，全部头痛，或者是说前额、双侧颞部、枕部一个疼痛。第二个的话，没有固定的部位。第三的话，疼痛呈一个紧箍样或者是压迫样一个疼痛，通过按摩能够部分的缓解。第四的话，疼痛的程度是一个中度或者是中度到重度，一般不会影响患者的工作和学习。这是它的一个症状。体征的话，一般通过擦体可以发现一些头部有一些肌群的压痛点。辅助检查一般不能找到一些确定的病灶，梗死灶、出血灶，或者是一些肿瘤，或者是一些占位，一般没有。如果排除了肿瘤、占位、出血、外伤，包括高血压、低血压、高颅压、低颅压这一系列的话，诊断一般就明确了。